如果要选就大声讲出来嘛，大声讲出来嘛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我从我自己的选举的惨痛教育教训啊，其实愿意承担表态说我要出来选的人呢，不管他的民调现在怎样，其实都值得我们肯定的。他表示他愿意承担这个重任。大家都认为说侯友宜在目前来讲是民调是很高的，既然很高就不要再估摸的了哈。那么就是不是能及早表态？当然，也许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步骤，认为说时间还没到，也许再过现在几月，二月，对不对？也许他四月啦、三月啦，按照这个党内的选举的一个时程，他再做适当的表态，这也很难讲啊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是对于这个民调高的，而且表现不错的，我们都给予鼓励、给予肯定。